好，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咧，就係、是、請到兩位嘉賓咧，同我哋討論一本新出嘅書，叫做《阿共打來怎麼辦》啊。咁呢本書咧就係叫做《If China Attacks》，咁我哋知道台灣眼中阿共就 China 啦。 入邊咧有好誒好有趣嘅資訊嚟嘅，即係我哋平時咧未必會好仔細去睇一啲咁樣嘅內容啦，即係包括點樣辟谣啦，點樣去 dismiss 個假新聞啊。咁、嗯、今日就兩位作者到我面前啦，第一位係黃立老師啦，咁佢本身係台灣好著名一位博客啦，咁經常寫啲同戰略、軍事評論有關嘅喺方格子呢個平台嗰度。咁我對面咧就係、是、沈柏容教授啦，經常都係研究開誒資訊戰啊，點樣去應付啲網軍啊，亦都係好著名嘅一位網絡 KOL。咁一陣間就會。 分別同兩位傾偈，咁我哋先由本書嘅元氣講起，轉台就講翻國語。首先，我問蕭安前啊王老師，這本書哈，當你開始要寫這本書的時候，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其實這個一開始，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就是最早好是有網友在問說，說他又聽到某些好像是在傳，說解放軍打台灣的一些方法。 啊，我听到就是，啊，不就是导弹跟什么海上封锁一堆，这不都是几十年的老东西都没有变过嘛？啊，我在跟他解释的过程中，慢慢慢,慢发现到，哎、欸，他一直跟我讲其他的东西，然后也不止一个人，慢慢发现，哎、欸，好像我们有研究算是军事的人都觉得，这应该是讲到不要再讲的东西，怎么现在又突然跑冒出来，而且很多这种叫做我们现在这讲谣言的。 本体我听起来发现，这根本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变过的东西，但有变过的，也就是说，哈，谣言这本质就是他自己有变体，这很像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现在那个什么 Gobi Latin 一样，各种变种一直都出来，那当然还有原始的，从原始猪种子、原始猪的，还有像 Delta，还有像那现在这个最新叫什么，哎、欸，欧米伽这个东西都有。那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在部落上面写一些，就算是很基础的东西来算。 讲辟谣也不对啊，也算是回答网友的问题。他、啊、就写写写写写，哎、欸，正好被那个大块编辑他们的、欸、大块文化的编辑跟郝同他们看到嘛。哎、欸，他们觉得这东西哎、欸、很新鲜嘞、欸，尤其是听他们说他没有听过。哎、欸，我真的很诧异，是、欸、哎居然没听过，就是我们以为这个是尝试的东西，其绝绝大部分都不觉得它是尝试。所以他们说，那要不然出一本书讲说，哎好啊，就干脆这样子，然后再跟一些。 算战研所外面的认识的朋友，大家就来写写看，写的就是定位在算是中学参考书等级的吧，好，这种难易度去撰写，不要把它写的太过复杂，太过困难，就讲一点基础的概念。这个里面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谣言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两个你觉得最夸张的谣言，可是一直到现也不不不留神只是谣言，有什么例子、啊？ 要讲最经典，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弹道飞弹，另外是海上封锁。弹道飞弹就是在，就果 p a k e r 有讲过，就是它其实二十几年前哦、啊，在算沙漠风暴之后期开始就有这个东西出现了。其实这个东西是各位如果有在看长期，这是跟军事有关的谣言，也不是谣言，就是那种中国流传的讯息都可以知道。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武器、新的什么之后，他们就会把它无限的夸大化。 尤其如果中国又有了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把它叫做，这叫加充嘛，反正一直不停的叫做加强解释。原本有一百的，把它讲成一千，反正无限把它吹捧到天上去，然后再衍生出他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哎、欸，打台湾如什么叫做什么，哎、欸，探囊取物般的简单。这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是从台完战之后，大家知道，像当时有像巡弋飞弹，买了很多那种导弹技术之类，正慢慢的成熟。 中国当然也有啊，但客观来讲，有厉害到那样子吗？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但是不要讲说是中国那边传的，很多谣言，是自己台湾。你讲统派其实也不对，因为在二十几年前，其实不是统派在做这个事情。偏深蓝那边还算是在辟谣，会那样讲。当时诶、欸，用现在的讲法，应该比较偏现在算统促党那种人，完全就是讲白，他觉得把台湾打烂、杀光、就血洗台湾也无所谓，这种人，这其实很妙啊 那你说戴茂芬的谣言怎么回事？其实就是，他不是技术上是错误的，而是他们夸张到什么程度？很多人没有听过，我觉得你很幸运，因为你不在他们的受众。我知道现在有时候去看个认识的同事、老师，看他们有时候哎、欸、分享的东西，看一下赖，我要求这什么鬼？他在讲的东西，就甚至说中国一发飞弹就可以把台湾整个基地打烂。我在想说，哎、欸，这个基地占地几十公里就烂了，这不是核弹吗？ 可是他们就不觉得说，他们就随便一发飞都可以做到。你说一般人对武器的概念非常的欠缺，叫做什么尝试。男生还好，所以大家台湾在义、e、乌都当过兵，多少会有点概念，不会太离谱。然后女生就很夸张，觉得，啊就很厉害、很恐怖，然后管他是打几公尺，反正多爆炸烈度，反正他就很厉害。再加上一个陈述概念，就是说，哎、欸，中国有几发飞弹？哦，一百、五百、一千，随着年纪慢慢慢慢增加。 很夸张啊！到现在说中国两三千架飞机哦，一波台湾从南到北航，全部都会炸的乱七八糟。可是稍有概念就晓得啦、啊。当初在阿案汗战争的时候，美国在那个伊拉克巴格达丢下去的那个总炸弹的料比中国所有的这种炸弹数量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哎、欸啊。也没看到巴格达变成废墟啊。那、啊、为什么台湾都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这个时候我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早期在九零年代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算新党的讨论区那边去算是，也不是混过来去参加过他们讨论，他们当时就认定台湾要统一的情况下，其实他们会夸大这些所谓的叫做军事武器的威力。当然，台湾有另外的一些论坛，他们其实反对立场，他们会这样争执。那演变到后来，现在是脸书越来越发达之后，我发现这就很像什么状况？早期可能我们通都被辟谣过一次的状况下。 多了大量一般人跟我们说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概念的人之后，产生的一种另一种化学变化，就是他们等于是对所谓的叫做谣言，就就是怎么说叫做没有对 COVID nineteen 任何抵抗力、没有打过疫苗的人，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想法就觉得像怎么样？完全没有打过任何疫苗，所以现在突然之间跑来各种变异的病毒，之后，这个人身上又怎么样，就什么都感染到了。他因为他也没有完全没有抵抗力，所以他对谣言的几乎是百分百会去接受它。 尤其在中国国力慢慢上升之后呢，他们会有很多加料，就想说：哎、欸，中国已经有钱了，说不定造出那么多，他们的技术提升的时候必定能力有那么好，那为什么你不相信？而这个心理上去所谓的料敌从宽，哦，我不知道观众听不懂料敌从宽，就是理论上我们应该是评估敌方时要审慎，很有点不能讲悲观，但是要很谨慎，夸大点敌军的实力没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的计划。 可是，在台湾的料敌崇拜变得很像是要把料敌崇神，你没有把解放军讲成跟神般一样厉害，你就被扣个帽子，就是人家说你就是以前就是人家说是李登辉的同路人，现在一路变成就是你是什么民进党的同路人，现在变塔绿班嘛。这其实我们从二十几年前就算是已经被打过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意外，那套套路完全是一样。所以这种东西出来，倒觉得是优点，就是在于说至少它可以让一般人哈。 好了，这算是你把它想成最初级的疫苗第一轮就可以了。在这一部分，呃，我记得有一个结论，就是觉得这些谣言是为了传播着一个失败主义。这样子一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样操作的？操作上来讲，其实也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大概可以分三种，哎、欸，不是三三段。第一段就是先强调技术上而言有这个东西，所以它在某种层次上是做得到的。 第二个就是扩大解释，那扩大解释就很像是刚刚讲的，中国有一艘船有能力做到这些攻击，那么当他们有十艘，就把它扩大成十倍，一百艘扩大成一百倍。第三阶段就是把它扩张成，就是反正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能量，而台湾不可能做任何的抵抗，那既然无法呢，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其他的无谓的挣扎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三部曲而已。 每一种谣言的结论其实都是一样，先从技术上说可行，再扩张解释它的威力、跟它的适用性、跟它的叫做什么？我们应该叫什么？叫做诶、欸、它的范围的可诶、欸、可信度。第三部分再告诉大家，那反正不行就投降嘛，认了嘛。只是他们不会明明白白说投降，他们也知道这在台湾，尤其现在来讲，大家不喜欢听这个东西。他们只是反过来跟大家讲，意思是说，其实很像别人在反对叫做。 你不要去做无谓的加强我们的国军或任何的防守或是新防的力量，反正没有用，还不如去做其他，例如叫什么发展经济，加强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说，硬的东不要管了，去管软的，反正硬的打不赢，说我们要怎么样，这样是间接路线去赢中国，不要妄想会打的赢人家。 所以刚才王老师分享的是一个背景的部分了，谣言的来源。我们再请教一下，呃，沈老师现在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在台湾也是很多网军呢，包括在过去的大专，好像大陆也挺多网军在这里。按、啊、你的理解，现在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嗯、欸，他们操作的手法很多了，哦，就是说我在书里面有介绍，譬如说他可以自己，就是我们说资讯，就是中国自己制造，自己来散布那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资讯流，就是中国自己来做。 那中国自己来做，其实有很多缺点。譬如说，他们在一七一八年的时候，他们很擅长就是，譬如说解放军，他们自己制造一些讯息，然后透过他们自己去的那个去加入，譬如说 Facebook 啊、IG 等等的平台，自己去创一些专业哈，然后去散播这些消息。但这些账号很容易被删掉，所以一旦被删掉之后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散播。所以在这种中国自己制造、自己散播的情形，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少。 他们比较多的状况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他还是本来是在这个军政体系里面，但它外包，它外包有可能是给像前阵子他们外包给一家四川的公司做，他们也会包给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的公司做，所以把这个金流砸出去之后呢，让他们去制造，然后他们去散布。那这个时候呢，就算这些账号被删掉了，春风吹又生嘛，因为这些账号其实都非常的大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前阵子 Facebook 有最多删到好几千万个中国的账号。 照理说，中国你不能用 Facebook，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账号？那其实这都是拿来对他们来讲是作战用的。那这个我们第二种，像我刚刚讲这种方式，就是属于金流的方式。只是金流的方式对我们来讲，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如果说你可以去查清这些金流，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些公司，台湾的公司、马来西亚的公司、中国自己的公司是谁承包了中国的案件，然后对台湾来散播这些消息。但有时候他不用这样的一个手法，譬如说。 他有时候可以这样子，他知道哦，台湾有一些新的这些呃、哦，这个在做 YouTube 的人，那他就是他不要，他也真的不要去 approach 你，他也不用给你钱，他就增加你的流量就好了。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他开始大量的在下面跟你互动，跟你留言，然后很多的机器人灌进来，看起来好像这个人数就变得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来做直播的人，他就会觉得说，诶、欸，我现在讲这个，我只要每次讲到对中国好的议题，人就多啊，流量多，其实我钱就多嘛。 然后再加上不知道这样子，我我一旦做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抖内就会变很多。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这个议题来做偏斜。所以他只要少花少少的钱放在这一个直播的市场里面，他就很快的可以导引很多人的这个意识形态。即使他本来可能是属于中立的立场，因为他发现讲这个事情是有钱赚的，他就直接会去做。那有时候他会是有一些是他是在微博也有账号的，他甚至他不是给你 YouTube 流量，他给你微博流量。 就是你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帮你在微博那边做导流，你在微博那边就会有大量的金钱的收入，但你就不是在 YouTube 这边有所收入。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我们来讲很麻烦，是因为我们在做追查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断点，我们找到他会找不到他跟中国任何的关系，中国也没有任何人跟他 approach 过，但是他偏偏的就是在专门散播中国的 propaganda，所以这这些手法对我们来讲当然都是现在。 比较困扰的地方，所以你是是在在过程当中没有人直接的互动，他们就有感觉啊、哦，现在我谈这个话题都有好处，然后就不断去谈，所以没有了一个中介人的角色。对，而且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可能在西方世界现在也很多使用，因为西方世界现在很多 YouTuber 都会出来讲说、哦，这个新疆的议题、香港的议题，这都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 那、啊、这些人你去查，他搞不好跟中国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他们都知道他进入 enter 这个 market 的时候，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会有很多的流量，会有这个直播。所以，我们之前就把地区设定在，譬如说香港、日本或台湾，然后去创这个新的 YouTube 的账号，然后随便去点一个，就是有点像 bait 一样，因为中国会有很多这种影片在 Line 的群组啊什么等等的流传。 我们就先点一个说啊，新疆根本就没有事情的影片，点一个就好了。然后就看这个 YouTube 的演算法，接下来推荐我们下来的影片，会有多少的比例都是 Pro China，就是跟你讲说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的，大概有八成左右。所以也就变成说，他们只要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你就可以不断的看到这一类型的影片。所以你完全已经看不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方向，他帮你用这样的方式创造同温层。以往他还必须要创造一些粉丝专业啊什么之类的，去吸引这个所谓的 follower。 但如果他对于这些平台的演算法是能够去去 manipulate 的话，那根本就他不用去创造这些东西，这个系统自动会帮你把受众带进来，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就是最危险的心态。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演算法也不是中国可以控制的，原来只是 Facebook 他们自己设计的。那你觉得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默契，还是纯粹是一个呃巧合？应该是说，演算法本身是不公开的，它是不透明的。但是你可以去 manipulate 它，就是你譬如说你去创造这些所谓的暗赞，或者你去哦、呃、去计算就怎样的这个影片 YouTube 最喜欢，你可以不断不断的做测试。那以中国现在的技术来讲，要做这种测试反而就不是那么的困难。 那他测试出来之后呢？他就他以前最早不是测 YouTube，他最早都是测 Google 的。譬如说 Google 的这一个搜寻的演算法，我搜寻了什么东西，他们的文章比较容易跑出来。他们在一七一八年的时候都下广告，直接给你钱，让他的文章可以在前面。现在不是，他连广告都不下，他就是看用哪些字词有办法去洗，把文章洗到前面去。那 Google 其实在今呃去年的时候，就为了应对这件事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演算方式，想要把这些内容农场的东西压下去。 所以现在在 Google 搜寻要把这些东西洗上去变难了，然后变难了之后，他们就说那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就进攻 YouTube。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那些农场就是文章改成用机器人来念，然后念了之后再插入一些影片跟那个图片，变成影片以后真的放在 YouTube 上面，那这样就逃避了他们现在在 Google 本来要洗颜算法变得不好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对台湾也好，香港人也好，怎么样可以处理这一种？ 近乎无限资源的网军呢、啊？因为嗯、呃，我觉得因为他们的量体真的非常的大，我们就你们就我们假设我们把国安部、解放军都先撇在一边，我们就讲共青团就好了。光是一个共青团的人数也有七八千万人，那只要有四分之一的人他负责，就是说这次对外的一个攻击，然后一起一人剖一篇，那也是两千万篇文章出去嘛。所以他那个量其实不管跟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就是我们说各政党也会有自己的网军。 你跟那个每一个政党的网军比较起来，那个 scale 都差得非常的多。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说真的要去应对，因为如果真的是他们制造的，我们追得出来，那都还小事。比较严重的都一定会是，就是我刚刚讲的金流的部分。那金流的部分，假设我们第一线的执法机关要去做调查，他一定要有法律基础。如果他没有法律基础，他不能贸然的说，哎、欸，我想要调查你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嘛？那他在 要做这些调查的这个基础，目前就只有洗钱防治法了，或者反渗透法了。但反渗透法只有选举那个时间可以使用，所以变成说那个法源依据很 limit。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我们要有相关的立法，给予第一线的执法单位，它有一个原有有一个原因，说如果符合哪些条件，它可以去做调查。但是就算做到这个调查，像我刚刚讲的斗内这个机制，其实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平台要不要能够去公布？ 这些人的金流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些国家？这就变成是平台的责任。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平台是不愿意把这个东西揭露出来的。那就是要看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必须要去跟这些平台你勾结。如果说是台湾的政府要去跟这些平台你勾学的，我想应该是做不到。嗯，这本书主要是关于台湾的，可是刚才你说的问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很重要。嗯，对美国来说，其实你就是它有无限的资源，也是很难防止。 那你觉得，要是你是美国人，可以怎么样建议你的政府去回应呢、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件事情防守的资本，就是防守所需要的成本，呃，是比攻击高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理想的状态其实应该就是两方要交战了。 理想的状态就应该是你要攻击回去，对方才会要防守。要防守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攻击，就会形成一个恐怖的平衡。但这种事情就变成是，譬如说我们是民间单位，我们要自己做也不太可能。如果说是就算是美国人自己要做，这其实也不太可能，一定要是他们自己官方的、他们的国防部来做这种事情才会有意义。那。 但是就算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现有的资讯，像我们这边是以军事为主，但有时候会有经济的，会有金融的，会有贸易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战争，其实现在是混杂在一起。所以要去能够去应对，而且第一时间知道它的震惊情势，然后你要怎么去攻击回去，它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如果没有一个 假设，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心是在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而已，他就只会看到这一个部分。譬如他只懂军事，但他不懂政治；或者他懂政治，不懂军事；或者他懂政治，懂军事，不懂经济，那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完整的回应。所以，这个我们在里面叫 center of excellence，就是这种反混合战中心了。因为现在的战争都是属于这种混合形式。那美国现在在针对俄罗斯在北约所构建的系统，其实就很类似像这个样子。那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一个。 针对中国的一个反混合战中心，但偏偏他们在混合在这边也已经属于佼佼者了嘛，而且他们的攻击的欲望跟攻击的这个意图非常的明显，所以应该是除呃除了说我们每一个国家应该会有类似中心之外，跨国的这些中心的合作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那美国当然是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当一个领头的角色了。刚才也说到，呃，中国要需要攻打过来，他采取的可能是一个混合的模型。 在这里再回到王老师这一边，你们在第二部分谈到，要是他真的要倒过来，他究竟会采取两子的形式？可以给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呃，其实书里面讲只是纯军事啊，那实际上当然就是，我也必须说这也是台湾人在讨论这个的盲点，所以我写这个东西的部分，它是针对盲点是去算，你讲辟谣也不对，是阐述一个比较算接近实况，或者说啊至少接近。 比之前接近实况的形式，因为台湾在讨论这个叫做两岸的叫军事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只 focus 在军事上面，而且不是只 focus 在军事，上是只 focus 在哪里，就只有全世界只有中国跟台湾。那你一旦跟他讲台湾的地理位置，或是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我们不可能哈、哦，单单就是说就是只有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还有其他国家，他们就会扣你两个帽子。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没有料敌从宽，你应该用最大最大的什么？ 的风险来思考，万一什么都没有，我们正在独立面对，要用这个去做准备。第二个就是怎么样，直接说啊，你就是谁谁谁同路人嘛、啊。哦、啊，现在是讲最多就是你就是塔利班啊，很简单我贴你个标签，反正你是民进党的就对了，所以我就不要回应你了。可是实际上，我想这个老师你很清楚嘛，香港出事难道只有香港的中国的事情吗？是不可能的嘛。全世界在现在，尤其是很多应该认知到一点，我们常常想说一个地方叫火药库，火药库的理由是什么？ 课本上讲的都是巴尔干和火药库一次大战。那火药库意思是什么？难道只有奥匈帝国跟塞尔维亚的问题吗？当然不可能啊！台湾只要是火药库，为什么现在乌克兰说是火药库？大家都在讲这个，其实它意思隐含就是，它这么一旦点燃，根本就不知道会炸到什么程度，会牵扯出多少国家进来，根本都木有办法预料。不然它不会叫火药库，它只会叫一个冲突点而已，一个 point 而已，它不会是一个火药库，就像炸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因此，各国才会在这边下资源，预防出现任何的风险。那在军事上来讲，我这本书提的东西，主要是讲说要让大家明白，中国如果要这样打，他必然要采取某一些的方法，他不可能就是像人家讲的，突然之间有个任意门就传送过来。就像去抢银行，也要有个交通工具跟方法嘛，哦，抢完了走了，诶、欸，这叫什么？他要跑路，有个路线，销赃有个什么，这个这个就是个脆，他、就是就是、不可能是莫名其妙，就是我抢了跑了，卖了我就赚了。 他打过来一定啊，有时间也有地点，很多有限制。就像讲我们直接跳到，假如中国军要登陆好了，登陆难道只有单单是登陆就陆军的事情吗？绝对不可能。事前一定海空军可能都打半天了。那谣言的本身就是他不跟你讲这个状态，只单单跟你讲一个什么，就是陆军。像我学生，我看我有个学生他现在是军人，他们在脸书上面，为我看以前大概是，呃、欸，也差不多二零一七、二零一八，就是沈沈老师说那之前。 他在探讨台湾当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就是要买 M1 坦克的时候啊，他们有就分他跟同学分两派，那么陆官就分两派，一派说要买，一派说不要买。我在旁边就旁观，然我没有加进去，然后看群内在讲，我就发现很有趣。他们其实有在思考，万一今天解放军上路，他们的坦克上我们要怎么对付他？有一边人的想法是啊，我们有火炮、有直升机、有一大堆东西，还有那边他们开进来城镇，站很多坦克也不适合嘛。可一有一边就觉得说，我们不可能拿步枪去对抗啊。 这思考看起来好像都很合理嘛，但我去查一下他们，就是像刚刚那个什么教做讲的，认为我们可能会面临到拿步枪对抗坦克这些人，他们去看的什么东西？我发现有时候去看一看，他们在看的像 YouTube 去追奥迪、哦，也说他们分享的东西，他们常常分享就是所谓的，这是军事谣言的农场文，这种农场文都是所谓叫做掐头去尾。我只单单谈中国坦克非常强，遇到台湾，比如说跟我们的 M 六零啊对打会怎么样怎样的。 他看这种讯息久，他就认为今天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就得面临如此的情况。他会觉得一切是非常合理的。他、啊、生产这种谣言，当也不是白痴。他会说，这坦克会飞天嘛？他会说的很多，就是哎、欸，他们有气垫船可以送，他们现在的运输机也可能可以送，很多的方式可以送。然后呢，台湾在某种情况下，前面已经遇到各种的打击，导致所有的防御都没有，所以你们步兵必须面对坦克那步枪哒哒哒。 他、啊、他看这我这文章看久了，弄长文嘛。现在诶有个叫 KK News，应该大家很熟，去打那个关键字都有。这两年就是像什么老师讲的，已经不大去推了。前几年真的非常严重，我看过很多很夸张的数字都在这边。而、啊、我们这种入关的学生就是这样啊。他为何会相信这个事情？当然是他有心想要去了解状况。当他发现 Google 上去之后一查，全部都在讲这个事情时，他当然久也会相信。人家也没成年，才一个十八九岁的那个学生。 那你说他看的时候会相信就是如此，所以我讲一个概念是，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写的里面就是完全百分百都是成真的，我是想给大家思考一下，就是我里面每个章节每个部分，其实都要给人家讲的是，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它应该前面会有个前提，之后会有种某种的展开，也就是说不可能没有前因后果直接跳到那个地方去，这才是我们想要阐述的概念，就是、让你去思考，而不是只是相信必定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就好比说刚刚讲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中国的坦克就上来了，我们只能让他上来。那你只能用枪跟步枪、机枪去打他，没有别的办法。这其实在，在其实我没有听过军官有这样讨论过。可是为什么这些算是学生小朋友会这样想？那他们未来是未来的军官啊，他们如果带着这种思维，跟他们继续看这些 YouTube 跟所谓叫做 Google 的资讯，相信了这种的传播，那必然走到失败主义啊。现在很多陆军像。 学校教官有的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因为长期看这看久，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他们能做的事情，反而把解放军看的就是我看过更夸张，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到比美军更好的事情，就像打台湾就是登陆作战，全世界最有经验的国家是谁？美国嘛。除此之外，还有哪个国家做过大规模的叫做登陆作战？就是没有。如果遇过就是这种教官，他们看了他常有时候分享过一些东西，我就看，哎、欸，这都是农场文啊，他为什么会相信？ 那这种场文当然不会讲那么直接，但是他会让你相信中国现在因为有钱了、技术好了、工业也强，所以他们就可以做到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在这情况下，他其实这种谣言的铺陈都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会制造某种情境，让你相信，在这个情况下，国际对台湾会漠漠视，完全不管。像乌克兰最近的情况，就是开始已经被加强在这上面，就是说，你看乌克兰这边，美国放着不管，台湾也会。 但是呢，万一哪天假设乌克兰没事，哎、欸，真的美国介入了，他们这消息又完全隐而不谈，当做没发现，单方面的加强，这个我想哈、哦，在现在看就是说，我想说跟对介绍就是，我并不是认为他就一定是照书中讲的模式完全照本宣科去走，只是依照各种谣言散播讲怎么打他的模式，他必然要走向我书中讲那个模式，不过他不可能会成功的。 而如果我们要怎么建一个整体的概念，才是我们想要去介绍的部分。哦、啊，军事不是只有单单只有就是开枪打仗而已。刚才王老师说的，主要就是呃，军队他要是打过来的时候，滤样？